西西，你在这干嘛呀？你在玩游戏难道？没有。他们到底在玩什么？我看看。哎，他们到底玩什么？怎么把我的图片给打开了呀？哎，妈妈，告诉你，你最喜欢玩的那个竹弹僵尸更新了。更新了？啊，这样子啊。好，我打开看一下啊。竹弹僵尸更新了吗？那我再来看看更新的怎么样了啊。好像没什么区别。的头更，怎么有个头露出来？那不管了，我先来玩一下这个先。啊啊！怎么全部是乐乐？好搞笑！乐乐还吐着舌头，太搞笑了！为什么都是乐乐？我先玩一玩再说啊，可能是，难道，哎不对，这个难道是西西变成不是正经的那个正版的游戏吗？先随便的选一点植物。现在开始布局了，上次呢大家都说我的那个向日葵是这个炮灰葵。哎，这个大坚果怎么变成了一张试卷呢？先快速的铺上荷花。我刮。这个我管是谁？那么我管的人两位？哎，乐乐，干嘛？怎么回事，乐乐？乐乐，你干啥？这怎么全是你啊？是不是你干的？不是你干的，怎么全是乐乐？快点！关我事？不关你的事。肯定是出外挂了，肯定怪我。怎么？那是 bug 了吗？现在我已经简单的布好局了，看看有什么亮点。这个，哎，乐乐已经出来了。你看现在出来的僵尸全部是乐乐，哎呀，这是妈妈打乐乐吗？怎么扔的西瓜都是我的表情包？你看那个黄油都是乐乐扔的，好多呀，乐乐在吃他的试卷了。这数一下看看有多少种乐乐形态的僵尸。这个水桶僵尸也是乐乐，还有那个拿着那个铁丝网的都是乐乐。哎，大家猜一下这个加农炮里面是什么表情包嘞？乐乐在跳这个杆跳不过去，被打的事件给挡住了。看一下这个橄榄球僵尸不是乐乐形态的吧？这儿有一种不是乐乐形态的，没有改到。这个乐乐形态的黄油打中了乐乐僵尸啊。你看哦，加农炮出来了，也是乐乐的形态，那不是乐乐打乐乐吗？哎，这一关就过去了，这个太简单了吧。嗯，这个水草僵尸也是乐乐的。哇，乐乐都骑着好多这个，好搞笑啊，乐乐骑着好多的游泳圈过来，可是就一下子就被团灭了啊。这关没什么难度，感觉随便打都能过关。哎，有没有发现这个阳光也变成了一个点赞的形状哦？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关还有没有什么新的乐乐形态的僵尸。哦，现在有一个拿报纸的，看到没有？哦，哎，他怎么变脸不是乐乐呢？如果变脸也是乐乐的话，就会更好玩一点。其实我最喜欢的还是这个会吐舌头的这个乐乐僵尸，看到没有？就是我手标指的这一个，这个吐着舌头太搞笑了。哦，你看他吃东西的时候的嘴巴还会动哦，啊，做的也是比较逼真啊。哎，看到又出来一个新的僵尸，看到没有？拿着一面旗子，旗子上面呢还写着“关注”两个字，大家。看了我们的视频赶紧点关注呀。还有这个梯子的僵尸他也是没有改的，梯子僵尸还是以前的形态。嗯，目前看到就两种僵尸他是没有改的。最后再来一个加农炮，我们的游戏就结束啦。大家看看有多少种植物和僵尸是被改成乐乐或者是我的表情包呢？现在我们先玩到第二面几只了，后面就先不玩了。我想先看一下这个到底是谁改的。